午餐做了一个葱油拌面，然后这里的油的话是我之前煎过虾的油，但是你可以用各种油，最好的话是用黑麻油，会更香一点。然后这里的话我就加入了葱，然后火要稍微小一点，把它慢慢的从绿色煎为黑色。差不多煎到这个颜色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了，把葱先放到一边，然后这个刚刚煎过葱的这个油呢就特别香，你可以这个时候加入糖，然后加入生抽老抽看您个人的喜好，然后把这个加入面里边拌匀，然后最后加上刚刚煎过的葱，这样葱油拌面就完成了。What does it look like on the street in Shanghai?晚餐调一个酸辣粉的汤底，可以拌黄瓜，也可以做酸辣的汤面。